台湾怪力男铅球夺银，代表团八银进账。台湾最强壮的男人，全国铅球纪录保持人张英煌，昨天在仁川亚运铅球项目表现出色，前四次四次结束，仍以19.97的成绩位居第一。只可惜在第五次四次被对手超越，最后以2公分之差赢恨。台湾代表团昨天全面出击，可惜都离金牌一步。总计在田径、女垒、软广等项目共进账8银4铜。在女垒部分，中华队虽然在金牌战败给日本，不过能先击败中国队，取得金牌战资格。先发投手林书华完全燃烧，完投7局以4-3力克中国。我就想说，我一定要撑完这一场，然后我一定要银牌。我完成我人生中最大的一个比赛，最重要的一个比赛。男子跆拳道58公斤级魏子阳将在今天出赛，有机会为台湾再添金牌。动新闻仁川报道。